女强人的另一面，袁弘爆料林心如穿 Kitty 睡衣，当花瓶不能当一辈子，这似乎已经成为时下女性的共识，抢钱要趁早啊，一个个争着要当哥当爷的，好不热闹。要知道美女好做，老板难当啊。这些年来，林心如成功的从之前的柔弱花瓶晋升为电视剧制片人，加上在多部主演电视剧中的精彩出演，果断成为一票女性中的佼佼者。近日记者探班《秀丽江山之长歌行》剧组，同剧演员袁弘却爆出私下的林老板压根不是那么一回事儿。心如是一个表面看起来好像气场很强，很有女王范儿，哎呦喂，其实她是个小女生，真的。据说我是据说哈、啊，她穿的那个睡衣都是 Hello Kitty。我现在开始尝试穿性感内衣了。那我们真的没有看到，下次展示给大家看一下。